一看说新娘子是要多开心。结婚的肯定开心啊。要钱要不走了。你忙完没有？快了呀。快了，做饭去吧。那又叫我走了。你做的好吃吗？咦，这话说的没毛病。马上好啊。今天咱们做一个家常版的炒鸡，这只鸡是昨天买的，8块钱一斤。本来是招待我弟媳妇的，结果人家没来，冷冻了一天，今天拿出来吃。咱先功夫啊。热锅凉油，把葱姜炒出香味儿。我们用小火把鸡里面的油炒出来，豆瓣酱倒两勺，现在这个颜色已经染上去了，生抽咖喱刀。再搞点红烧酱油上色，蚝油甩一点，加入温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炖40分钟。这个菜市场的鸡啊，特别的嫩，小火慢慢一炖就熟了。今天天气特别的热，炖的鸡满头是汗。一会儿给你多吃点。我吃点米就行了，鸡肉还是留给恁妈。中途的时候，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盐，因为这个豆瓣酱、生抽、老抽全是咸的。行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腰子一会儿给你吃。哎呀，大补呀！给你好好补补。哎，一个小腰子够不成。那两个都给你吃。加点我家姑娘喜欢吃的土豆。盖这儿，把那个土豆焖熟就可以吃饭了。哎呦，香得很！撒点葱段出锅。二十个，二十个。